三生，今天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把 PS5 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电镀金色。最早会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我家最多的玩具就是蝙蝠侠跟钢铁人，黑色跟红色的。所以刚把 PS5 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在我打电动这个区域里面只有一块巨大的白色 PS5 是一件非常唐突的事情。我就决定把它变成金色，一方面是呼应我家钢铁人的颜色，一方面是它不会在这里这么的奇怪。总之，成品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其实我原本预期的金色是大概比较像猎龙者那样，稍微淡一点点的香槟金。不过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家的墙壁不是酒红而已，是比酒红还要再深一点的红，所以即使是这么浓的金色，看起来也不会非常奇怪，它还是非常的和谐。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11月拿到 PS5 的时候，其实就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人看过 PS5， 包含我自己。送去之后，他们并不知道里面的边缘其实是正面会露出来，平常会看到的。所以他们电镀为了固定的时候贴上的胶，我不确定是胶带还是什么东西，总之有挡住一些地方是没有镀到的，导致这台主机现在从正面看的话，上面会露出一些白色没有镀到的地方，看得非常阿杂。第二个问题是摇杆。我拆的时候，因为触控板的背面排线是整个粘在一起的，我不确定我到底如果把排线拆掉会不会破坏掉它，所以我把触控板保留了白色的部分。我本来想说黑金配色再加上一点点白，应该不会到非常奇怪。结果成品就像大家看到现在一样，摇杆非常的奇怪。我猜原因应该是因为这块触控板，一方面是它特别大，一方面是它延伸到了摇杆的外围，所以看起来特别的唐突。因为如果把这块触控板遮掉，白色按钮的部分看起来还好。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把按钮也变成黑色啦，最好是跟主机一样只保留黑色跟金色的配色。所以为了解决到上述两个问题，一个是电镀没有镀到的白色小区域，第二个是触控板白色非常奇怪，我决定出发去寻找我的肥宅朋友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一边介绍吗？好啊，所以我也想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件事。这个吗？没错。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我送去电镀的时候，它的最角落边边没有镀到，因为里面用来固定，所以它贴的应该是那个泡棉胶的东西。哦，对。好了，我开始拍了。好，我们现在在干嘛？大家，我是器官。我们现在在调漆，然后调漆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里面会有渗很多漆嘛，我们要照比例稀释的话，大概可能1:2或1:3，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罐全部倒进去以后，再把这个填满。那个是什么？这是溶剂，就是用来稀释它，不然它会太稠。在这过程任何一个步骤都可能会严重发大。为什么是倒到这个罐子里，不是倒到这里面稀释？对，因为你看我倒进去就可以把一些这个里面残存的洗出来，就不会浪费洗。因为这个是消基底的，所以消基底的还蛮消基会。对，不小心要去消基会。哦。所以现在 15.5， 但我也不知道用重量抓比例到底对不对，感觉比重不一样。对啊。但他说混合的比例，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所以就有点还是要靠经验，对不对？对吧？哦哦 ，OK 啦，人在江湖走。哎、欸，所以你是拿两只手机拍啊？我大部分一只啦，其实有些就是拍。所以主机是这只，对，就拍两只。那我刚刚一直在那边说话，那个是拍大景两个人。哎、欸，这样刚刚好，差不多是1:1，1:1，所以我们还可以再洗。1次左右，完了！你是用我买的漆吗？还不是？没有，我用我的。OK。我们会用到那么多、喔？没有，我只是囤着用。哦，想说一次把它洗出来，这样比较干净。它变得像味噌汤哎，好恶哦、喔！理论上应该是要用金属专用的溶剂。但是我没有金属专用的溶剂。对，它其实溶剂也有分，就是为什么是金属专用？我们不知道分塑胶吗？不是，金属漆专用。哦，专用，差不多啦，1:2.5左右了。哇，你看它直接，哦，谢，完了，留下证据了，都被抓到了，只好把它整个喷成金色。对啊，还是把这也喷成金色。这应该蛮像你原本的颜色的哈。在哪里？哦，感觉你的再更黄一点。对。哎、欸，好黄哦、喔。嗯。那这个还是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好啊。他说你这个颜色会比较接近，是不是？对，他跟我说的是先喷银色，再喷金色。
只是厚度可能要自己拿捏一下。那我知道，我们先实验看看这个漆相不相容好了。相不相容？对，因为漆其实也分很多种成分，像是我们刚才用的这是硝基嘛，那我像墨线啊，或是一些别的东西，那是珐琅漆。那个比较不毒，但还是属于油性的。那个就可以用 Zippo 油擦掉。所以就它 Zippo 油就不会把原本这个硝基的擦掉。懂。啊，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基性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先在这边试一下好了。好。真的好像有点。真的。哇，它是透明漆啊。Oh shit！ 你平常不会发生这件事吗？会啊，常常。所以这边才变这样。哦，干，这好像有点了，好难想象哦，这样喷出来会变成那样，所以它下面一定是要有，所以其实那个质感是来自银色，然后它只是把它变成染了一层上去而已。我来加这个试试看，但它不是说不用稀释吗？但我想看会不会相容，理论上是用调漆棒来做的，看起来是相容的，好难懂，完全看不懂你在干嘛。因为如果不相容的话，它就 会分层，是不是？它就会变得很像你刚才说那个卫生汤的感觉，就是它会分离，自己跑自己的，油水分离。对，看起来是相容的。好，还是我们就用你的漆喷。好啊。可是这个相容，我不知道这个相不相容。好，再实验一个好了。好，这两个其实蛮像的。肉眼看蛮像的。但如果真的不稀释的话，我们其实不用做这个实验。那你要知道能不能用一样东西清洗？哦，也是的工具。它比我想的水，我以为会很勾，所以他说可以直接喷。应该就是他有稀释过。哦，这个好像就不太行了。哦，他可能有部分可以，有部分不行。这真的不行哎。哇，那我们的底用我的好了。你说银色部分？对，银色部分用我的。Okay, okay. 好，真的。好明显不一样，好饿、喔，好像吃完寿喜烧，对、啊，吃了一个小时，感觉真的不相容哎，哇，我们今天科学教室，很棒。那我再调一罐银好了，因为这个银好像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亮，这个好像比较亮一点，还是就是因为这样才赚得到再卖一个钱，清洗液的钱，大家都要有自己的清洗液，好、欸。应该是成分不一样，看这滴液滴下去，好呗。哎呀，还好这些用那个用溶剂都擦得掉吧？但不会木头漆也掉吗？没关系，我就给它回到它原色，好吧？就是，然后等一下这一整块全白化。还有一个小技巧是倒的时候，这个口子这样子比较不会跟倒牛奶一样。是哦，我之前有看到别人说倒牛奶时也应该要这样倒。好，那可以开始喷涂了。耶！好呗。不太一样感觉。好像跟饱和度比较高，对不对？跟那个比的话，好像是哦。我觉得我们金色上上去的感觉很好。喷笔的操作就是按下去是送气，往后拉是出气。哦，原来它可以压跟拉哦。对，你就可以控制你要出多少气，然后还有气压也会影响。哦，点酒要来了，因为还是有一些金属粒子。但应该不影响，因为本来就是要上到银色。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怎么那么黄啊？好黄哦，这样有像吗？没有啊，没有像。好像生锈。对啊。这样显然是没办法。但这透明漆真的很难掌握哎，好难哦，因为它每一层的厚度都有不一样的颜色。你要把它弄到均匀，就是他们说叫薄喷厚层啊。所以就是很多层很薄的叠起来。对，但我觉得看起来是不太妙哎。对啊，还好做实验。真的？还是我上面太厚？我这样看起来怎么觉得你现在喷的那里比较像？你有觉得吗？我现在是先薄的过去一次，
如果真的很薄的话，我把气压再调小一点。哎，如果这么薄的话，好像可以。有像。哇，那这真的是很吃手艺了。完了。哦，蛮像的。有啊，很像的。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但我觉得有上亮光黑好像有差。重点是要补这一块啦。对。然后不要有这个一条线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就是黑给它上到这里边缘。然后再银上上去，然后每一层都不能流鼻涕。对，我现在越涂就越不像了。这里蛮像的。对，真的是只能薄薄的一层上去。好，那直接开工哦。好。黑水。好。来了。来。哦，蛮像的哦。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中间好像有点浓。我觉得这里算远远的喷，但很薄很薄的一点。这个你是要做什么颜色？黑。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比例，就正面的那一坨，刚一个光线下好明显，是哦，不好呗，真的，但它干了应该会还好，还是我把它吹干，旁边也加厚了，好，越加越厚，然后就无法触控，我觉得它干了应该会还好，好，等一下看状况，好。掉了，赞！好土炮的解决方式，干！毁掉，搞定，耶！干的应该会不错，好，完工。好，经过一下午的努力，终于完工了。现在的状态放在我家客厅，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不讲，没有人会发现它原本缺一块白色。那摇杆的部分呢，触控板更是融合的好像原本这块触控板就是黑色一样，觉得成品非常完美。不过还是必须说一下，毕竟电镀跟后来喷上去喷漆的质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喷上去毕竟厚度还是增加了不少，所以原本主机壳上面的圈圈叉叉那些小小纹路还是有一点点变得比较模糊。不过整体感提升的超多，已经比原本缺一块白色好太多太多了。现在是因为我特别打光反光出来，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施工的地方，但平常真的是我不讲的话，不可能有人发现的。摇杆的部分有喷了保护漆，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用久了会不会掉色啦。如果之后真的有发生掉色的问题，那我再来拍一个影片，重新找一个方法来把它再变成黑色。那至于按钮的部分，因为使用频率实在太高，而且如果增加厚度的话，很可能会让它按起来变卡卡的，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处理。不过还好，金色跟白色本来就还算搭，而且都是偏浅的颜色，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就变成两个大块的区域，黑色跟浅色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还 OK。不过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能把按钮变成黑色，那当然是最好。我之前有想到一个方法是光疗，就是女生做指甲的光疗那个东西，因为就有看过做光疗指甲，它的不管是质地还是摸起来的感觉都跟 PS5 原本的按钮很像，而且我是没看过做完光疗指甲很容易拉叉，或者是看起来破破烂烂，所以感觉那个材质应该是蛮耐用的。如果拿来坐在按钮上面，感觉应该是可以。不过缺点就一样，也是厚度增加太多了。所以如果真的要用光疗来做的话，可能就是要把 PS5 的按钮整个磨小一圈，因为这样光疗加上去之后，可能才不会卡到边缘。不然其实这个间隙上面是没有到很大，如果大一点点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按起来的手感有差，会影响玩游戏的体验。好，感谢肥宅友人的帮忙，这台金色黑色配色的 PS5 应该就算是正式完工了，终于啊！如果你也对改造自己的 PS5 有兴趣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可以分享我去的店家，或是你要怎么跟店家来沟通，比较不会发生我这种里面有一大块没有镀到的情况，因为我猜那个应该是人为可以控制的，至少跟大家讲好哪个范围里面可以粘胶带，哪些不行的话，就可以省了很多，这样后面还要喷漆，然后还要小心颜色如果太浓会搞砸的情形。那关于拆解 PS5 摇杆这件事情，前面我已经上传过一个完整的教学影片，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可以问我，或者是如果需要代工，或许我也可以帮忙。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改造颜色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出个有趣的方法，因为我还蛮喜欢自己动手搞这些有的没的。我是安生，下个影片见。